大家看看这本1977年的账簿，有一家叫永兴咖啡的公司向李锦记购买港币20000多的产品。港币20000多在40多年前的香港大概市值多少钱呢？当时一般香港市民月薪只是港币500到1000，大约港币100000就购买一整层楼了。永兴咖啡公司是一家金山庄，协助李锦记的产品销往夏威夷。